是一群拥有无比热情，并且呢崇尚他品的热血青年。默契是他们的代名词，信任是他们的座右铭。接下来就让他们来展示属于他们的舞蹈吧。让我们欢迎到是来自我们高中捧哏组编号八号的参赛队伍。让我们欢迎 YZPHT， 掌声欢迎。赛事是不是好像缺了什么东西，看了之后才发觉原来今年缺了 popping 啊。对，哇，真的是啊， popping 这个算是这个组别呢真的非常的震撼啊，每一位都非常的震撼。你看看，好的，我们非常快的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休息之前的最后一组了。没错，接下来要带来精彩赛事演出的这间学校呢也是一组表演专门。